西雅图是一个颇有魅力的城市。西雅图最著名的，当然是它建在市中心的独特的太空针高塔了。这座184米高的塔形建筑，是为1962年在西雅图举办的世博会而建的，早就成了地标性建筑和这座城市的名片。西雅图著名，固然是因为这里培育出了许多众所周知的大公司，比如波音、微软、亚马逊、星巴克、好事多等等。西雅图著名也是因为这里的人文荟萃。西雅图有着在美国受教育平均程度最高的人口，这里的博物馆、音乐厅、学校都堪称质量一流。西雅图著名还是因为这里的地理环境，这里依山傍海，是美国和亚洲，特别是中国贸易的重要港口，是去阿拉斯加邮轮的出发地。更因为注意环保，其本身就是个青山绿水的好地方。如果说在美国的城市中，纽约像个谢顶的精明商人，波士顿像个白发的贵族，达拉斯像个精壮的西部牛仔，硅谷像个勤奋的高科技上班族，那么西雅图就像个窈窕淑女，是个堪比苏杭的北美西子。在一个地方住久了，也许是习惯成自然吧，觉得既来之则安之，就慢慢地努力去发现它的好处。而这一努力，有的时候往往还是在不经意间，竟也撷取了几段心得。最喜欢在某个没有任何安排的周末上午，在城市街角星罗棋布的星巴克咖啡店，找个安静的角落，喝着飘香的咖啡，看偶尔路过的行人在青石板铺就的地面上哒哒作响地走过。别人成了风景里的一部分，而我也许也成了别人视野里的风景点缀。那种画面不像中国的淡漠，而更像夕阳的浓抹油彩。最喜欢在某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和几个朋友相约了到湖边烧烤，烟火缭绕中，一瓶啤酒，几串烤羊肉，就着湖上白帆，天上飞鸟，岸边绿荫，这样的美景，秀色可餐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兴罢而归。也最喜欢在某个下着细雨的傍晚，撑着一把黑伞出去漫无目的的散步，希望有个丁香一样接着哀怨的姑娘从那落满黄叶的小路上走过，你看她走近又走远，直到走出视线。虽然这样的景象在这座北美城市可能根本不可能出现，但戴望舒的雨巷
就是这样写的吧。还最喜欢在某个悠闲的假日夜晚，邀了三五旧与新知到家里来聚会，满桌的饭菜在一片风卷残云中消失后，三杯两盏淡酒，一壶清茶，天高地阔，任你聊天。山野之人，闲云野鹤，这样的日子是很诗意、很浪漫、很陶渊明、很王维的吧。每天的日常生活是很具体而又平凡的，基本上每个周末都会开车过华盛顿湖上的浮桥，到市中心的中国城里去买菜购物。在90号公路的开阔地段，如果是在天气晴朗的时候，你就可大饱眼福了。向南看是巍巍的雷尼尔雪山，向北望是壮观的贝克雪山，向西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的秀丽山峰历历在目，向东则可见卡斯加德山脉的威严群山。当然天气能见度这么好的日子并不多，因为虽然西雅图阳光灿烂的时候，雷尼尔雪山一带却因为地势高，很可能在云雾缭绕之中。而当西雅图的雨季到来的时候，你就只能看车窗外的雨点打落在偌大的华盛顿湖面了。而如果在夏季到西雅图的海湾乘船，从西边布莱莫顿小镇的海面上向东看城市的景色，别有一番风味。乘船在海湾上，因为离城市远些，你可以看到西雅图市容的全貌，高的办公楼，矮的民居，斜的路，弯的桥，逐渐的高楼变小了，高速公路变成一条细线了，汽车看不见了，人群的喧嚣和吵杂也听不见。这时你可以从容地欣赏这座城市的地平线，海天一色，在湛蓝的天和宝石蓝的海之间，它就这么展现在你眼前。这些景色虽然不错，但它们都还代表不了西雅图的全部。到西雅图后，我们就一直在寻找，说从哪里，哪个角度才是最佳的照相取景角度。当然审美的视角是不同的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，好像不管在哪里，摄影家们都拍过好照片。好几年了，我们走东访西，到过这座城市不同的角落和方位，我们拍了不少西雅图的景色照片后，都觉得还没有抓住这个城市的特色，没有体现出这座城市的气韵。后来又一次无意间听人说，在西雅图市中心北边一点的一个小山坡上，有一个挺小的克里公园，是个欣赏西雅图全景的好去处。一般的游人是没有时间到这个不起眼的角落的，而我们就利用了一个周末，背了一书包的点心饮料，
信马由缰地来到这里。果然如此，从这个延伸进海湾的小山坡上，你好像站在一个试点最佳的看台上，西雅图的代表性景点进入眼底，太空针、雷尼尔雪山、市中心的建筑群、港口、海湾，构成了一幅优美的图画。换上一个长焦距照相机镜头，把景色拉近了，再看看雷尼尔雪山，镜头里出现的是更加壮丽的自然景色。这座离西雅图市中心东南80多公里远处的雪山，好像一个印第安人神话中的传奇，那么近的浮现在现代化城市的风景线上。在这些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出现前，这样的景观一定会是更加的震撼人心。难怪印第安人把雷尼尔雪山视为神物，称作众水之母。看景色，找到最佳角度很重要，因为你看到的也许是和别人眼里根本不同的东西。看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和观赏自然美景一样，当你找到自己心中正确的定位时，你人生的景色会是多么的绚丽多彩啊！